看到伊就配莲花安排服务主持，讲话比较含慢在说话浅，然后北京这个所在，唔问咱的好朋友多多海涵，多多原谅，来搞做一个指点，给我一个改进的机会。这么正式开演，安排咱的强棒出击，漂亮宝贝，来以咱的花花，再来给咱安排好听的歌曲。谢谢安排，爱修龙。掌声了哈。